这面是个教堂啊，盖的还挺古老，但我对这都没兴趣。这是一个 happy 的一个 bar。 我刚才看着那边有个路牌啊，说有个麦当劳，可是走过来又没有了。哎呀，这边我有一个感觉呀，就是女的咋这么多呢？哎，这有饭馆，寿司，可以考虑吃点啊，不是很贵。我不知道是女的都上街了，还是说男的不出来，然后导致的，还是说这国家女的是男女比例失调了？女的还挺漂亮啊，这个还不错，这个小建筑，这个教堂有点这个西班牙的感觉呢，怎么看着啊，不太像是，哎，我估计它可能也是受希腊那边的影响，然后都是海洋性的那种，就是那种建筑风格啊。但这个麦当劳到底去哪里呢？我觉得应该不在那边了，因为再远的话呢，它那牌子不可能差这么多啊，这个很糟糕。我看看它那边物价到底多少。这边也有一个，这边有价格，都关门了啊，基本上都是7块钱。我操，这么便宜，真便宜，这个真便宜啊。你看这么大个东西才4.5块，它和人民币的汇率就是2啊，